这里有文字报道的沙尘暴有数百米高，我天！遮天蔽日，你看那个汽车有沙子，那个汽车很容易就损耗啊、磨损呐、啊，人的肺也受不了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的朋友们应该想着迁徙走算了，啊，不要在那里生活了。去到沿海，去到湿润的地方，干燥啊，太干燥了。去生活，人挪活，树挪死嘛。啊，世世代代守在那里干啥？我觉得没有大意思。乡愿就是死乞白赖的在一个地方啊，哎，有可能是一种所谓的伟大的、高尚的、美好的，有可能是一种堕落的、野蛮的。一个东西。